大家好，我是宏杰设计的设计总监张义德。我们今天又来到德哥线上陪你看房的系列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呢，在新北市汐止这边哦。汐止其实早年呢很容易淹水，房价的部分来讲都一直维持在十几万。那后来呢，经过那个原三子分红到截弯取直之后，没有淹水之后，又再加上丹铁共构，然后再加上汐止的科学园区哦，然后在内湖科学园区的球外溢到汐止这边，因为内湖跟汐止是在隔壁哈，所以有些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的人，他们会在汐止买房子，因为相对比较便宜。那今天比较特别是，往常你们都觉得说我都是在批评房子，其实我没有在批评房子，因为房子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好跟不好，就是你自己要买房子要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条件跟你自己的需求，而不是说我为了要买这个房子把自己的经济的压力负担很沉重这样。所以基本上我们会介绍这些房子也是要跟你做分享。今天这房子我是觉得还可以，还不错，然后价位严格上来讲算行情价了。怎么说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资料。新台五路二段新野之声边间三房副车，新台五路二段是靠近这个现在汐止来讲算是最精华的地方，它比较那边目前的房价新成屋大概是落在四五十万左右了，现在有没有在涨我不知道，四五十万是我去年知道的行情，今年有没有在涨我就不晓得了。它是大楼型的房子，然后呢1880万，这是开价嘛，当然开价不一定成交价。52平哈，听起来好像很大，但是52平总会只有三房两厅两卫，重点来了，它有两个车位，一个车位占9平，两个车位占18平，所以52平扣掉18平是34平。34平才是这个真正房子的这个建坪哈，那建坪来讲，你扣掉这些公设之后，你实际内部以30%来讲，大概扣掉9平吧，剩下23、24平左右，24平三房两厅两卫正常。然后这个是一年的新房子，11楼的8楼，它总共有11楼，然后它是在8楼这边，就是以它整个整体来讲是 OK 的，它在附近有一些学区嘛，细科站站前生活区嘛，车站是活力社区，然后新成屋呢，基本上就不用什么整修啦，因为房子已经盖好放在那边，所以跟预售屋不一样，是你看不到屋况。那新成屋你看得到它现在盖好的房子的品质跟状况，然后好处是你不用花大钱去整修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房子的一个外观。你看，其实外观看起来是还蛮新的了，当然新嘛，才一年而已这样子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这房子的格局哈，客厅、餐厅、厨房，你看它厨房是开放式厨房，所以表示它厨房还没有隔间的。所以其实客餐厅厨房看起来大概加上走道大概超过9平大而已，9平大。那卫浴呢，一间大概各占1平了，两间加起来大概2平嘛，11平嘛。这个房间大概差不多2平多，这个房间大概3点多平，这个房间大概4点多平，所以呢加起来也大概差不多11平。所以我刚刚讲加上阳台大概2、3、4平，没错嘛，扣掉公设大概2、3、4平啊。这个房间是最难用的，因为它空间真的超级小。主卧室呢其实还 OK， 但是就是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。所以我刚刚讲你们买房子的时候不要看它什么它写的总坪数，因为你它通常有时候他们会让这个所谓的平单价看起来变低，1800多万除以52等于1平大概30几万，但实际上你扣掉一个车位两个车位，一个车位目前在新北市大概汐止大概一个车位算200万好了，两个车位400万，1800多万，大概扣掉400万剩1400多万，30几平来说你大概一平大概落在40多万一平啦。所以我说这个是行情价啦，那边目前的行情价大概就是这个价钱，40到50万左右是目前新北市新台五路汐止那边的行情价。如果它离这个火车站很近的话，还有那个远雄的那个广场，远雄广场还有日月光广场很近的话，其实房价在这个价位是差不多40、50万了，所以你也不能说它贵，然后只是想把总坪数灌进去，让整个单价看起来相对低嘛。我刚刚讲了1880万是它的开价，不代表成交价。如果你有办法往下谈，谈低一点，当然你的一坪买的单价会更低嘛，哈。所以其实以三房两车位这样的条件是还不错了。今天跟各位推荐这个案子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刚好也是住在那边，然后工作也在那边，然后也想买房子，那1800多万，当然你谈一谈，能够谈到1600、1500，当然是最好嘛。那这个部分来讲，以新房子可以贷款到大概8到9成左右，你自备款大概准备个2成，好，再准备这种装潢，像新房子装潢比较简单了，它是8楼，没有消防洒水管，所以简单的做呢，大概100万以内搞定了，就是有天花板、有地板，然后有系统柜，这些收纳全部都弄好，大概100万之内搞定。也就是说，买这样的房子，你大概准备个差不多，大概300万以内就搞定了吧。
所以相较之下，你买那种中古屋来弄，动辄七八百、九百、一千，这个价位来讲，相对会比较负担低一点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房子没有什么对跟不对，反正就是适合。哦，它的厨房，你看，它还把洗衣机放在厨房里面。哦，洗衣机放厨房还蛮特别的，因为正常来讲，洗衣机要在阳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洗衣机放在阳台，当然你就看到洗衣机落在阳台。但是它这个设计也蛮奇怪的，它现在目前这个房子就是一个阳台而已，所以晾衣服肯定就在这边了。你打开门就看到晾衣服的空间，这样，所以这算很正常的。如果你买这样的房子，一打开门进来就看到这边晾衣服，洗衣机在这边，所以这台空间留在这边有点奇怪，这样。那它其实整体看起来好像餐厅看起来还蛮大的，这里本来应该是隶属于房间的空间，它把它推到过来之后，让它变成有一个餐柜，可以放电器柜的空间，然后餐桌在这，这边可以做一个中岛吧台。原则上是这样设计没错啊。如果你家庭成员比较单纯，可能是两大一小，然后空间房间留一个小房间当书房的话，那当然这样是 OK 啦。但是如果你是两大两小的情况下，那个房间最好是把它往外推，推到这面墙这边，这样刚刚那个小房间会比较大一点。这样，这一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餐厅后面比较小的房间了。其实它就是一般正常的，在我们现在看到大楼房子里面比较小格局的房间，一个衣柜再加一张小书桌，一张单人床，就大概就这么大。如果你要让房间大一点，就要把这道墙往外推，推到刚刚厨房那一道空间去。这样子，浴室两套卫浴嘛，一个它这还有这个浴缸淋浴的，算还不错了，还帮你做到一个浴缸可以让你泡澡这样子。它阳台这边有留这个插座跟这个排水管，所以其实这边你就算放洗衣机也是 OK 的。看出去的 view 是还不错了，就是都没有比它高的，所以这个是应该在新台五路二段，我做过那一带的房子，所以应该在新台五路这个弯进去的小巷子里面。这样上下班那边真的比较塞车了，但是价位来讲，以新北市来说，四十几万已经算相对低价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次卧房，我们就是主卧室对面那间比较大一点点的房间哦，这个空间放得下双人床了，然后衣柜、书桌什么的应该都没问题。这样设计上也蛮好设计的，这样它地上都是原来的瓷砖，这应该是主卧室的厕所，比较小间的。你看它的客厅真的很奇怪，它留的位置有点尴尬，因为这里进来之后就是一个大门，然后你如果放沙发，你的电视墙等于会遮住，所以这个空间规划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好规划。以格局来说，图上看好像它的客餐厅很大，但实际上它的格局很妙，就是你要规划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好规划。这样我们在看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觉得好像这个厨房客餐厅加起来很大，但实际上因为它开门的方向很奇怪，就进来之后你的客厅是一个不正的方向。你在规划这样的客餐厅的时候，是不是非常好规划？因为它的沙发跟电视墙你不知道放哪里，你这个沙发跟电视墙，如果你今天坐在这边，进门口会变得很窄，所以整个设计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空间。这个地方我们通常会建议，就是说我可能做鞋柜，然后如果我们这边有收纳柜的部分，这里也有一个凹进去可以做收纳柜，那也许我们就是看这个动距的部分呢，可能就是电视墙应该会落在这个位置，落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沙发可能会在这里，这样。所以这个空间真的很妙，这个空间这个距离，因为从比例上来看，这个距离是蛮近的，但是你要做电视墙。你要放电视的空间跟沙发，沙发后面又不能没有靠，你如果没有靠，整个沙发看起来又很奇怪，这样子，所以其实它目前两个空间来讲对调的感觉，客厅比较方正，餐厅看起来很方正，但客厅就是有点歪歪斜斜的，这样。所以这个空间在规划的时候，它原来的厨具已经在这里了，然后这也是放冰箱的空间，这样，然后这也是它可以放电器柜的地方，然后这也是餐桌，这样，就是空间整体上来讲看似很大，但是规划起来是蛮具难度的，因为它的这个进来的位置啊，当然也不是说沙发完全不能靠这里，但是你靠这边后面要做一堵平隔，一个墙壁让沙发去靠着，然后这边电视墙放在这里。如果你希望空间看起来比较大一点，这边做一个半高墙，然后这边就是电视墙在这，或者是说我们讲的，如果我今天把一个半高墙坐在这，沙发靠在这里的话，然后沙发是这样子，这边就可以做电视墙，这样。这也是个方法，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厨具跟这个冰箱的大小，不然你这个出入口会变得很窄。其实为什么它能够放沙发的空间真的很有限，不可能放在门口，不可能放在这边，所以只有这一道墙跟这一道墙。我们通常在规划的时候一定都会先把几个可以放东西，固定式家具跟
变动式的一些设计，我们再来做一个评估。先把固定式家具、沙发、餐桌椅先定出来，冰箱、厨具这些先定出来，这叫固定式家具。其他的像鞋柜、像电视墙、像餐厅柜，这个都等先这几样东西先定位出来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我要把我的主轴放在什么地方，方向放在哪里。所以这边的设计比较特别，是房间还好，房间方都还蛮方正的，但是就是客厅跟餐厅尤其这两个空间它有点对调的感觉，所以在设计上你就必须要去考虑，如果我今天要把客厅放在这边进门的地方，它在这里，我要怎么样去设计这个方位，这是很妙的一个地方了。因为其实本来是应该要放在这个地方靠墙，但是因为你靠墙，你的电视不知道放哪里这样，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在设计的时候要实际上去丈量尺寸放样，才能够决定到底哪一个方位跟哪个方向是最适合的这样。其实设计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，那如果你们要买这个房子，我刚刚讲它是我现在目前看到物件来讲，价位还有负担来讲像是相对合理的，在新北新台五路二段其实是可以接受的，以40几万一坪来讲如果还有两个车位那更好，更加分，因为现在有的家庭有时候甚至会有两台车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如果有两个车位，基本上对这个房子的加分效果是更好，虽然它只有三房但是以两车位来讲，附两个平面车位，对这样的一间房子它是一个相当大的加分效果。如果你自己能够负担这样的一个房价1000多万，然后可以谈到1500、1600，其实这间房子是算可以值得买的了，因为以当时他买的价位其实也差不多这个价钱，所以他没什么增值这样。你们今天就是如果对这样的一个房子有什么样的疑问，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们都尽快回复你，谢谢大家。